驾照的话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，就我很熟悉，相信大家至少一部分也蛮熟悉的一个制作人，是来自广州的，你来介绍吧。他是来自广州的，他名字叫做十四问号，但熟悉他的呼声好大。听熟悉他音乐的话，你可以看出来，我整张专辑的话，其实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十四问号帮我们制作的。那下一首我要唱的歌的意义在于，这首其实是我和十四问号君第一次合作的第一首歌。那当然现在看来我感觉是可能稍微有点稚嫩，但是这首歌对我意义是从了这首歌，自从这首歌开始，我才会有现在所有的合作的作品。处女河，也会带来，就是至少通过那个合作带来这张专辑，还有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同时发行的第二张专辑。那给大家听一下我们的第一次合作 Amuse Memory。 Yeah, make some noise。感觉如火至宝，提醒这时候你可得 call me go， 别急着上，别有人忘了走，不错难道你才会不会越来越浅，别忙着走，说童年会比你越来越远，马里奥这是无敌音乐，朗朗上口，那时候几岁的我沉迷越玩越上手，时光飘逝然后听着4K 的伴奏 Tango， 请闭上眼后我伸开双手 and I 在马里奥梦幻世界伸手，和你音符之间，在童年的记忆里面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们是大学，在马里奥梦幻世界，在童年的音符之间，在童年的记忆里面，我按下刷键才发现马里奥世界还没有消失，那钥匙就在手里面，打开那扇门前，回头看看成千上万人生在排列上，童年一日又好像个盛典，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就站在门前，空手自己证件不够，我两手一摊说我什么都没有， Where you're more ready here why can't you just let me go， 回想小时候的快乐是迪士尼，现在能让我快乐是皮皮尼加威士忌，回想当初只希望能够牵个手，现在要能牵着手，偶像房间里走，有人想当大雄的时间机，有人有硬币许愿求到许愿时间机，有人大脑红处也不一定能实现你，我用一支铅笔和十四黑灰的无忧无虑时间，在哪里有梦幻世界，在多个与音符之间，在童年的记忆里面，在马里奥梦幻世界，在哆瑞咪音符之间，在童年的记忆里面。Yeah, one more time。在马里奥梦幻世界，在哆瑞咪音符之间，在童年的记忆里面。Yeah, 在马里奥梦幻世界，在哆瑞咪音符之间。在童年的记忆里面啊。 Yeah, make some noise for this guy Louis。